最后祝大家一曲歌声，祝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，送中华民国乱世之道永远。请他们上来唱歌，是不是？就这样，看一下这边一下。我们就请大家一起唱歌。哦、没有，就是哈、哦，看最后是不是大合唱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要你们在后面都看你状况？那么请各位上将、长官、理事长，还是到就是小台上看大家一起合唱？那是请他们上台、啊、就唱了，他就唱了，然后他们慢慢一边唱一边上来的，对，就可能上来就把这个舞台充满了。哎，本来是这个意思，啊，到台上，对，本来是这个意思，不用注意介绍。哎，那我们刚刚还有一个。